center of mass。我们假定有一个物体，它是二维的一块板状的，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好表示啊。其实我们任何一个物体啊，都是一般都是三维的哈，都是 three dimension。那么我们假定说，我现在有一个三甲板啊，很薄很薄的三甲板，我把它锯成这样的一块，它会有一个质量，对不对？那么这个三甲板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啊，有许许多，它是由许许多多质点所组成的啊。那么这里我们不要画太多啊，我们就画三点，这是 M1， 这个 M2， 这个是 M3。 那么它现在啊受这个重力的作用，我们这里画一个参考点啊，参考点，假定这是 x， 这个是 y， 参考点。那么它们都有重力的作用，那这个是 M1G， 这个是 M2G， 这个是 M3G。 好，那么它们作用的，它们的这个作用线本来应该作用线延伸到无限长的话，都交在地球的中心，对不对？因为这个 MG 是地球给它的力，所以它一直指向地心，三个都指向地心，那么这三个力应该是怎么样交在同一点咯，交在同一点。那是因为从地球表面到地心呢，有6000多公里啊，这么长啊，那你这么一点距离看起来这个可以视为平行线，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力啊当作是平行力啊，平行力啊。那这些力呢，全部的指点的力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个物体的总重量啊，也就是它的合力啊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总重量啊把它写成这样子。总重量无穷多项。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合力啊，合力我们知道，合力的它的着力点呢，应该跟许多许多分力的着力点是同一个，对不对啊？那这才是相等啊，因为力不能随便找一个位置，力它还有着力点啊，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当然 MG 是最后是交在实心交在地心，可是啊我们现在要问，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这条线啊要怎么上来，就说你大 MG 要在什么位置，大 MG 在什么位置。如果这个物体是均匀的话，那么我们以前做题目都把它当作是在它的几何中心，对不对？可是现在它不一定均匀呢，应该在哪里呢？啊，我们先假定它是在这里，啊，这个叫什么？叫重心，啊，重心，因为我们现在是用重力来做啊。Center of gravity, center of gravity， 我们用这个来，
机 center of gravity。 好，我们假定它的力呀、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 mg。 那么它假定这个是 x1， 这个是 x2， 这个是 x3。 好，那这个呢应该就是 x center of gravity， center of gravity 它一直延长，它也到地心了、啊、但是对这个参考点来说，我们现在说它是在什么位 ？X XCG 在哪里啊 ？XCG 在哪里？啊，我们知道，它是这些力的合力。如果它的效应，它的效应跟这个都一样的话呢，那么应该是对任意点来说，任意一个一点，我们现在就拿 O 点来看。合力的总力矩要等于分力力矩之和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大的 mg 啊乘上 xcg 要等于啊 m1g， 这是 g 啊 x1。再加上 M2， 我们现在都不写向量了哈，因为都是向下，都是向下，所以等于 M2GX2， 那等于这个啊，所以我们大家呢，G 先保留好了哈 ，G 先保留，啊，那我们就说 XCG 要等于 M 分之。M1GX1 再加 M2GX2， 这有一个 G， 有个 G， 因为这都是重量，我们写这样子看，你看得比较更清楚。第一个指点的重力，第二个指点的重力，就是总重量的总重量啊，它的就总重量就对了啊，总重量。那这个就是叫做 center of gravity， 它的 x 位置。好，如果我们把这个转个90度，转个90度，那么它这个地方就对下来了，那么它的重力就是朝这个方向啊，开始朝下了哈、啊。啊，那么我们同理可以证明呢、啊，同理我们可以得。Y C G 我们就写 W 了啊，那么 Z 也是一样，那因此这个 XCG YCG ZCG 这个位置我们就称为重心，重心 Center of Gravity。 Gravity好，那现在我们看这里啊，看这个是有G在这里。假如这个物体是在地球的表面，不是很高很高很高
就说它的高度啊都很小，整个物体是规格很小，它不会太高也不会太宽，这个时候它的重力加速度都相等啊，就是地球表面我们视为相等的。如果你太高太高太高，有十几二十公里以上啊，那么这个机会上面的重力加速度跟这个地方重力加速度会不一样。如果你太长太长，比如说你这个物体啊从北极一直延伸到赤道，那这个物体各部分的机也不会一样啊。啊，但是我们说现在不是这样，我们在实验室里头看或者日常生活我们能够量它的执行的东西啊都不会太大，所以机都相等。机都相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机啊通通约掉，通通约掉的结果这个就变成只有 mass 存在，所以它就变成 center of mass 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它的假设啊，不怎么大的话啊，那么 G 是等于 constant 大家都约掉啊，啊都约掉，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个改成 center of mass， 它就是等于 m 分之 m1x1 加 m2x2。那 y center of mass 就等于 m1 y1 加 m2 y2 啊 z the center of mass 它就等于 m1 z1 加 m2 z2。好，那么这一组呢我们就称它叫做 center of mass 啊，那么 center of mass 我把这个拿掉，这就叫做执心。执心，如果你这个物体不太大的话，一个物体的执心就跟它的重心是同一个。如果你这个物体很大很大的话呢，重心跟执心不一样啊，执心还是这个，还是这个，但是啊就说你的执心呢跟重心不是同一个就对了啊，因为啊你这个时候机啊不能约掉啊，它是它 center of gravity 是 center of gravity， center of mass 是 center of mass， 两个啊不相等，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机要加个 G1 G2 G3 哦啊，所以不一样 OK啊，物体不太大的话，那么执心跟重心是同一个。好，这个是我们用一维啊，就用三维的分量来表示。那我们现在也用这个式子来表示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式子左右都乘上一个 i， 啊，就是。X 方向的单位质量，那这个 X
于等于啊 M 1 X 1都有 I 了、啊、我们都称一个 I。 那么 Y 也是一样哦，它称 J，那就是 M1 Y1 J， 再加上 M2 Y2 J。 好，那么 Z CM 乘 K， 好，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三个加起来，左边也加起来，右边也加起来。那么左边这个加起来就是什么？就是 R， 那就 X E N I 加上。K， 对不对？等于这个。那右边全部加起来呢？啊，右边全部加起来，我们就可以，一项一项哈、啊，这个加这个加这个，那加的 M 都一样了，所以这个就变成 M1 R1 R1 再加上 M2 R2。X1 I 加 X Y1 J 加 Z1 K 就是 R1 向量，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式，这是直心，我们现在用的。等等，我们就要下面就要讲到这个，我们讲一个系统有很多直点啊，它的直心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直点它会动，每一个指点都会动、啊、那么它的位置随时间改变，那么 center of mass 呢也随时间在移动，于是我们把这两边都对时间来微分，那我们就有 VCM 要等于 DRCM over DT。这个时候啊，就等于 M1 DR1 over DT 再加上 M2 DR2 over DT， M 来出啊。那这个就可以写成什么呢？可以写成 M1 V1向量，再加上 M2 B2， 写成这个样子啊，写成这样。OK， 这是center of mass， center of mass。好，如果再一次微分，因为速度也在随时间改变的话呢，那这个式子我们就可以写出它的加速度来了啊。那我们就不去导它，就直接写出来了。ACM 啊，就等于 DVCM over DT 啊。所以，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写啊，你把这个 dv 也微分，就变成 a 嘛，啊，就变成 a 嘛，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是指点的加速度会改变啊。那么这个改变当然跟他受的力有关呢，啊，跟他外力有关啊。那么他呢有这个式子啊，他等于全部的质量都集中在执心的位置，执心呢以这个速度在运动，以这个加速度在运动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这些量里面的 M， 就是所有指点的质量和就是总质量，它是集中在，我们把它当作集中在执心这一点啊，集中在执心这一点。 OK， 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题目啊，求执心的，你们习题里面有求执心的问题啊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题目。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投影，一个机械里面的零件，好像是一个螺栓啊。这是圆，这个是一个圆的，这也是圆柱。投影在黑板上，它变成这个样子。好，现在我们假定哈，这个圆形。它的直径是4公分，厚度是2公分。那么从这里到这里，12公分。啊，那这个直径是2公分。那么它是均匀的，就说它的密度啊是均匀的啊。我们说这个 rho 等于定值，我们要求它的执心啊。求这个零件的执行，你现在要怎么求呢？怎么求啊？你能够把它分成无穷多个点吗？就当作有无穷多个点，你怎么把它全部加起来呢？但我们用积分可以了啊，积分可以。但是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零件啊看成是两部分，我这里做一条补助线，看成是这个扁扁的圆柱体跟这个长长的圆柱体两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呢，因为都是均匀的，它的直心一定在它的几何中心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直心呢一定是在这个几何中心啊，这个也一定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把这个当作 M1 啊，那直心在这里啊，这个物体的质量是 M2 啊，那它直心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取一个轴，这个是 Y 轴，那这个是 X 轴，这个是原点，原点。那么这个就是 X1 Y1， 这个是 X2 Y2 啊。啊，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X2 Y2 把它找出来啊。我们先看这个M1 等于什么？
质量，质量等于密度乘体积啊，等于密度。体积呢，它现在是 pi r 1 square， 我们假定这个是 r 1啊， r 1，这个当作是 r 1半径，这个是 r 2， pi r 平方乘上厚度，乘上它的厚度啊，我们就把它乘上 E1 好了啊，这个就是体积啊，啊，这是体积。好，那我们把已经知道的这个带进去啊 ，pi 在这里。好，现在长度我们都用厘米来表示啊，那么这是 two centimeter square， 这个是 one， 这个。厚度是也是 two centimeter， 所以它就等于八 pi rho， 八 pi rho 啊。我们先不管它的质量的单位是什么啊，因为 rho 都还没有表示，我们就先这么写。那么 m2 呢 ，rho pi r1 square。这个就是 D1 啊 D2 这个对不起啊，它就等于 Rho Pi 半径一个 centimeter， 然后长度是12个 centimeter， 所以它就是12个 Pi Rho啊，啊，那么再来我们去看 X1， X1 在哪里呀？ X1 中心嘛，距离这边 1 centimeter， Y1 等于0， X2， X2 是这里到这里，这是一半6， 6加2就是8个 centimeter，Y2 仍然是零，啊，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直心啊，直心 X， 那现在只有两个物体 M1 啊，我们X1 再加上 M2 X2 啊，这是 M1 加 M2。好，你把这个值带进去，八派 rho x1 乘上一，再加上十二派 rho 乘上 x2 八 centimeter。好，这个就是八派 rho 加十。十二 pi rho 啊，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 pi rho 全部约掉 ，pi rho 全部约掉啊，好，那这个就变成八加上九十六，一百零四，这个呢二十。所以它就等于五点二个 centimeter。那么 y 也是一样做法 ，ycm 就等于 m1 y1 加上 m2 y2 m1 加 m2， 这个呢要等于零。为什么等于零呢？因为 y1 y2 都是零啊， y1 y2 都是零啊，因此它的 center of mass 在哪里呢？就是在距离这边 5.4 啊，差不多是这里，这就是它的 center of mass。 好，你们书本上有一些这样的题目啊，那你们回去啊
好好的做，把这个习题做一下啊。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就跟各位介绍这个质量被改变的系统。